都排好了，在这边等待哈。那现在人的话，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好，大家好，这里一旦来用王爷哥来参拜，感觉非常非常的欢喜。尤其今天是我就任国民党党主席头一个礼拜日，会当讲到屏东来，感觉非常的欢喜，非常的亲切。我的特殊名称甲大家介绍一下，来行政院新的秘书长，咱甲泰隆甲秘书长。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国民党新的秘书长李世川，李秘书长嘛是咱屏东的子弟啊。所以我讲明仔载高价，国民党的部分是本来英权秘书长交予四川秘书长，安那较拄好，两个屏东人要交接。啊，行政院明仔载嘛要交接，咱的李四川交予咱泰隆秘书长，两个阁是屏东人，阁交接，表示咱对屏东的重视来讲对唔对？无论以后伫行政院也好，对国民党也好，对咱台湾来讲，尤其咱上重要的国会，咱需要屏东的子弟，需要屏东的查某仔，咱调阮出来当选，替咱变屏东来争取好未来，好唔好？各位啊，屏东有今日的现场，王进士李后委员，有咱上优秀苏议员苏清泉李后委员。今天的毛屏东代表我主人咱简东林立法委员，咱也有一位会当讲对屏东会当出发，对在地服务超过20年，无论早期伫国民大会，到立法院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服务20年以上，了我主台当当选。咱就是屏东出路的大哥，对唔对？各位乡亲，我传廖安如第四届立法委员同事，彼当阵包括今日做起来，咱的黄副主席、敏辉啊，咱都是共同在立法院拍拼。我甲大家报，廖安如会当讲是上优秀、上实在。想了解其他，会当代表屏东替咱争取所有建设上好的民意代表。这回要来补选，来当倒来立法院，我相信廖安如对第一天开始，头一天开始，所有立法院的所有的代志，伊都会当非常顺势来接手。会当替咱争取所有的福利，争取所有的建设，尤其对党中央有咱屏东的子弟李世川，对咱的行政院有咱的新的秘书长，咱的泰隆秘书长，佮加上咱屏东其他的立法委员做伙拍拼，伫议会有咱上好的议长，咱的周议长，佮咱所有的议员来拍拼，咱相信。屏东所有的建设都会当非常的顺心，大家好唔好？大家好唔好？去年的选举，国民党袂使讲无顺利，袂使讲袂当得到足济乡亲的支持，但是台湾的民主袂使互一个党拢退。因赢足多，但是无可能讲拢是民进党的天下。今仔日伫屏东，我相信咱有支持，咱有栽培足多优秀屏东的子弟。我也相信讲，咱的选民一定会给予国民党一个机会。今仔日咱所提名的廖安，大家会当比看卖。20几年来，实实在在为地方，唔是讲今仔日选举的时阵，再讲伊是屏东的子弟，这是真真正正
为屏东打拼，为咱东港也好，咱足济屏东永春也好，咱嘉东也好，咱今仔日板山也好，足济咱遮个所有乡亲来服务上好的屏东的查某仔，拜托大家，春无两礼拜的时间，今仔日礼拜啊，后礼拜啦，议会切记都要投票。每一票一定出来投，予实实在在屏东的查某仔一个机会，予乡认真检讨，重新开始，为台湾打拼的国民党，搁一摆机会，予屏东会当出头立大功，好唔好？拜托大家，多谢大家，感谢，谢谢，多谢咱的董主席。朱立伦先生，阿咧这么辛苦，来甲咱大家拜托，无论如何，这回咱来予咱的新的党主席，咱来予伊信心，咱来予伊民主。二月七日，全力支持三号廖焕祖，哎呀喽！咱来甲焕祖啊加油，哎呀喽！咱们来请董主席啊，上一首的微笑百合啊，来给咱的安祖啊，延续伊过去生平的服务哦，伊得到的封号哦，哦这里啊雅号啦啊，哦微笑百合啊，谢谢啊，多谢多谢咱的董主席啊，咱的主任先生，多谢谢谢，来，哎，咱们就先欢迎两万祖三位。第三三姑三位廖安如，感谢啊三位的外委员、苏委员、阿吴委员、阿江委员，啊所有咱的咱讲第三三姑，咱的乡亲市大有选长代表，跟着社区的干部，大家都做得好。来甲咱南部上好的中央宫，即处真感谢，啊也带来征召，啊来予阮偌济事，会当来参选即处。虽然短短时间，虽然任期嘛是短短，但是我也是咱所有人的好朋友，对不对？对。二十几年来，咱一步一脚印行过来，大家熟悉了阮侪的朋友，咱就会大家共同在一个月短短时间，咱来签名，变成一个出来，好不好？好。咱希望虽然二月初七，隔两礼拜就到啊，但是咱有信心。拼赢另外一名好候选人，空降的候选人，伊应该等于台北选对不对？对。关心屏东就好啊，啊，但是呢，咱来看，这次要选举，我嘛相信你做，我到咱屏东落金市啊，对不对？对。落金川哦，对不对？对。干那只有我有啊，我都是真真正。今天我就站在屏东，所以我这次呼吁咱所有支持团，这次补选就是给国民党一个机会，给咱屏东一个机会，不是让我有机会而已，咱希望过去国民党可能有做了较失败的所在，这次有新的主席来做带领，咱希望咱未来各位都无同款，咱期待等后届有咱的党委爱和民意站做伙。我如何愿意代表这个民意代表的身份，和咱每一个选民站做伙，好不好？好。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法案，一定要结合民意，咱共同所有结合在我们当中，
经验，我的经验，包括我未来在伫我的表演，绝对亲像过去同款，袂让大家失望的。希望二月七日大家共同欢乐节，三号廖婉如会当胜利当选，感谢大家，拜托大家，谢谢。婉如啊，是咱台下的事，婉如啊，是咱台下长大，长期二十几年。为咱屏东县带来服务，为国大做甲入四届的评委员，两届国大代表，二十几年服务，大家相信上好找、上好找家、上骨力、上认真、上拍拼。所以无论如何，大家在地的查囝，咱在地来栽培，二月七日，咱共同栽培咱在地三号的廖婉如，哎呀喽！所以大家亲戚朋友，咱拢来共斗邮票，齐齐斗第三选区，补选三位廖婉如，阿爷阿母。感谢各位，搁一个咱贵宾周局长吼，周队长、周局长吼，介绍无错吼，感谢吼，各位吼，来最后咱来邀请咱的廖婉如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吼，热烈掌声欢迎咱的苏刘爷。我拄啊，剩两分钟通讲尔，吼，所以我讲简单。咱个主席，咱个班主啊，即件上优秀个，咱个周议长，咱个阿伟啊，议员，啊，咱个简泰兰立委、黄金师立委，而且我做一个补充的，十天前，咱东港江埔遮十一只游览车去台北，去立法院去抗争，你阿妙？为着什么来钱？恁知唔知？为着咱的渔民、咱的外籍渔工的健保的代志去抗争，这是咱遮所有的渔民上疼上疼。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别个县市无迄个延伸钓的县市的码头的港口的立位，根本就听无，真正是听无。我咧再甲大家强调的，你甲立法院。嘛是证书啊，嘛是签单啊，嘛是交顺啊，伫遐咧共大家斗拼。三天前，渔业法69条之二已经甲二读、三读通过。而且要强调的就是，98年到目前为止，所有无用着健保资源的外籍渔工，伊的健保咱拢甲豁免，就是免缴。但是摕着健保卡。开始用着健保资源的，咱才开始缴。啊，来，再来就是伊的劳保，将来的健保要安怎处理？这是三方上关心，全组上关心，阮组也上关心。即马咱主席拢了解，咱一只船仔出去，十一个船员内底台湾的人，拄好船长一个，啊，无就大方一个，剩的九个。十个拢是印尼的菲律宾的渔工，讲咱咧欺负渔工，真正是到要道理都无。那我看起是船长咧有外籍的欺负啦，真正船仔拔去、驶去，就归菲律宾去、归印尼去。咱的劳工团体，咱的国际遐分会，唔知影是坐船的是啥，因为东港遮、高雄遮，遮的船仔一出力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伫遮要甲大家报告，拼到要死，咱拼过，所以对大家交代。我要强调即句是啥物？就是讲咱在地，咱需要的，咱会听，咱会爱的是啥物？别位人真正无法度了解，这一定爱在地。所以同我安祖华弟弟讲，在地是好，对唔对？对，对唔对？对。所以咱一定爱知影民意，含民意大社会。即摆咱的朱主席决定讲。所有官的官主委，所有的重要的党的干部，拢着爱有民意基础的，包括市长也好，议员也好，立委也好，来担任先啦，袂使脱节。国民党重新站起来了，重新开始了，希望大家支持苏清泉这个心，
支持泰罗安心来支持咱的廖安如，一定爱予伊当选，一定爱予补选成功，安尼好唔好？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咱的宋立伟哦，谢谢哦。咱伫咱大家团结之下，咱是不是咱大家在地人支持在地人，安尼好唔好？好。我话在地人，大家话支持在地人，安尼好唔好？好。在地人。我想朱主席非常难得啊，在这么
忙碌的时间了。多谢，感谢。多谢，尤其咱台江地区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非常感动，因为看到足济来自尤其咱屏东地区足济乡亲拢会当来替廖安如来加油。我相信，春会当讲无两礼拜时间，对今仔是礼拜，后礼拜六，大家爱总动员，一定爱出来投票。动员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亲戚、所有的乡亲，拢来支持。星期第三号廖安如来，好唔好？好，好唔好？好。好，朱立伦一个鼓励，予咱新的秘书长。后礼拜我会请伊回来屏东李树川，伊是小琉球的子弟。同款新的行政院的秘书长甘泰隆，一个加油，一个鼓励，好唔好？好。拜托大家，多谢感恩，谢谢。来来来，兄弟阿哥，站起来。谢谢。谢谢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朱主席今天呢、能够令我们东港，我们屏东这个地方，非常感谢他。谢谢谢谢谢谢。能够一帆风顺，越战越勇哈。啊，谢谢。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加油！各位乡亲啊，咱国民党的主席啊，做咱这个期间，来到咱东港，加上大家来请安，有机会向大家来握手，来向大家来请安啊，大家拍个手会啊，来拥护咱，拥护拥护咱的国民党，和咱国民党来争做掌声。这个猪来猪排店，啊，主席今晚呢用大家来先干两喝阿酒，啊，这个时间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共同为廖婉如啊，来呼口号，好不好？我们讲，我们就廖婉如，大家看起来，我们来加油，身后段帅，身后段帅。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朱主席，为我们今天到屏东。谢谢